Hello，Hello，Hello 啊！今天是2023年10月22号，星期天。昨天下雨，今天多云，算不上阴天吧，但也出了一会儿太阳，不过还行。现在太阳躲到云里面去了。现在温度呢是13度啊，13度。刮风，然后现在是4点29分，4点半了。白天我也没怎么拍，昨天呢也，哎呀，昨天有点过晕了啊，忘了上传视频了。哎，今天一块上传吧。就是这个人呐、就能够坚持这个相同的作息都很难。我不想。为什么不想？有那个摄像头。OK， 我们看一下那个右边那个它又亮灯了啊。右边那个前面那个油站啊，3.65块，油价又降了一点，降了多少？那降了8分吧，8分呢？降了8分钱，还行。然后我们刚上午也是接了几单，今天上午接的单子都就是在这个单之前接的单子都比昨天接的单子要多。昨天就接了那么几单，就几十块钱吧，反正昨天好惨呐。这个礼拜六没有单子，叮了咣啷都不响了。哎呀，今天白天的单子都比昨天多，但是昨天呢，因为下雨，一是下雨呢，可能哎呀也不知道，反正有时候下雨好，有时候下雨不好。下雨的白天我去看病去了，不是那个拍那个超声波嘛，所以白天我就没怎么接单子。晚上呢，一直3-4点，一直等到5-6点，等到7点多7-8点才接了那么几单，加一块也就是几十块钱啊。哎呀，这是比较惨，但是今天一般吧，就这样。现在我想，如果搬到那边去了以后，那边的生意怎么样啊？好不好做呀？如果也没啥单子的话，那比较惨了。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吧，那边应该，哎，人主要吃饭嘛，对吧？自己做不了，那肯定得叫外卖了，对吧？那我找一下那边呢，麦当劳和那个 Taco Bell 呢，才他妈一家两家。哎呀，这感觉就是生意不知道好还是坏，反正要不然咱们明天不是明天也不行，要明天咱们去那边做几单看看吧，是吧？试一下晚上生意到底好不好？哎呀。然后长岛这边油价是便宜的，搬过去之后呢，油价那边是贵的，所以油价也要上涨，房租要上涨，伙食要上涨，油价也要上涨，妈就是他妈收入不上涨。假如收入能够上涨也行，一天能够维持到我也不贪多了，能就是周末做一天能到150就 OK， 平常做半天的话，你给我能做100都我都已经很心满意足了。有时候现在大部分时间是做一晚上做半天，100都做不到，别说100了，哎呀，几十块钱都很够呛了。 OK， 我们先取第二单，然后待会儿再聊。OK， 我们取了第二单了，现在出发送了，大概7-8分钟。他点了一个这个第二单，点了一个什么东西？点了一个什么？一个啤酒什么东西？搞不好还要验证一下他的那个 ID 呢。哎呀，像没看到。这个礼拜我先不弄，这个礼拜我还要，这礼拜我要攒点钱，房租钱一般都是押一付一，押金押一个月付一个月。就是说你得，比如说，假如你是700块的话，你得交1400；你是800块的话，得交1600。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然后呢，哎呀，那就比较麻烦，这样的。哎呦，我都还得他妈的。房租钱，当然这个这边的应该有会退押金的，退押金的话，那也就是退那么一月钱，知道吗？那我觉得这个，换过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吧，我操，一天天的给我折腾的。租走了就不再等广告了，大概是16、17号登的广告了，16、17号，刚好是我要开始租房子的时候看了一眼，然后这两天就没有等广告了，估计房子被人租走了。哎呀，所以如果说你的好地段的房子吧，基本上你不愁，基本上只要有空就有人，就有人那个住上去了。看到10月份还有什么好房源吧，应该有吧，11月份。这确实不是租房子的好季节，像那个6月份啊，或者是6月份还是几月份来着？不是，像6月份，不是6月份，像那个暑假、寒假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好租房，因为学生有的毕业走了，是吧？有的就离开了，这些都是很好租房的。就是现在这个月份很难租，哎，真是麻烦死。
OK， 我们先到这儿啊，我们待会儿聊。然后我这个单子快到了。这两天降温，你看到没有？有些树呢就黄的特别快，然后有些小区呢，整条街的树都黄了。这边的小区还比较慢一点，这个还是很多都是绿色的。哎呀，我想往那边走，那边有几棵黄树的。不过这几天我可以拍到不少街道的，哇，这个万圣节的这些布偶全部放出来了，我操，哇，好夸张啊！哎呀，等我喘两口气。这两棵树已经叶子都掉光了，这刮风刮的都不行了。然后，哎呀，哇，现在出了会太阳。然后差不多到十一月初吧，这些树啊，陆陆续续就要变黄，掉叶子了。哎呀，哎，哇，这边草地非常大，很多小孩子在这可以尽情的玩耍。今天那个云层还是有点厚，导致了那个信号并不是特别好。你看这个树就是已经有黄的了，黄的掉了，然后呢还大部分还是绿色的。不好看，这样的叶子不好看，要变红，稍微变红色一点点就好看。第二单也很近啊，大概就是前边。喂，先到这儿吧，先堵，那个叫什么？那个想想，哎，刚才突然想起讲什么东西，给忘记了。哎呀，这个是几道口来着？五道口、六道口、七道口。我今天早上去了那两条街道，那个树叶全部黄了，而且呢，风一吹吧，那个落叶都飘下来，特别漂亮。但是呢，我又没有，早上就忘了拍了。我要从哪边进去？从这口子进去，咱们看看里面有没有这个树叶有黄的，这边有没有黄？没有黄。有没有黄？这边树叶都没黄的，还是绿色的。右边也没黄，哎呀，这边的街区没有黄的没那么快啊，再过一个星期差不多就黄，到十一月初了。哎，我记得有一个年份，十月份就开始就下雪了，我操，11月份下雪了，7.6块，3.3卖。OK， 我们先到这儿啊，我们待会儿聊，拜拜。这边的树叶就黄了，这边树叶看到没有，很黄，太阳就出来了，这个太阳很射眼睛的，这边的树叶倒是黄的挺快的。我们现在往北走，看有没有。树叶更黄一点的地方。哎呀，我今天来赏秋了，哎，赏风赏雪赏秋月。这边还行，啊，这边全是太阳，我操，糟糕，我看不清了，我看不清了，这边的树叶，哎呦，掉的什么树啊？松树，柏树啊，松树，松柏也掉叶子吗？写完了，这条街道我不知道有那个树叶黄了没有。黄了一点点啊，这个树8.94块又卖。这边黄了一点点，这个叶子，哎，这个角度吧，拍起来应该很漂亮，因为光线是从侧面打的。还行，我尽量多拍一拍，因为我下个月就要告别这个地方了，所以说以后不一定来了，所以尽量多拍一点吧。以后不知道，也许以后若干年之后，再拿出来翻看的话，还有点还能看到这么。漂亮的景色是吧？哎，也许 ，maybe。哎呀，前面有棵树，那是红色还是紫色？我感觉像紫色。啊，这个树是，这几个树的叶子都掉光了，这两排的树的叶子都掉光了。这两排像什么树来？这个树就比较难看了，叶子也不好看。哎呀，昨天下雨，对，昨天下雨。昨天其实就看见很多树已经变黄了。昨天下雨还是前天？对，昨天下雨。9.55块，5.7卖。哎呀，当当，记录这条路叫什么路来着？这条路的秋景啊，这叫 Franklin。Yeah，Franklin。我们走在 Franklin 的大道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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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的树就比较少了，没有什么树可以看。有些树呢？树叶还没有红，还没有黄呢，就是偏绿一点，就已经掉了。有些树叶呢，要等绿了才掉，要等黄了才掉。有的树叶呢，要等红了才掉。有的树叶呢，红黄还在树上挂着呢。就跟每个人的人生一样啊，有些时候年轻，是吧？青壮年就挂了。有的时候呢，要等到，是吧？中老年。有的时候呢，可能等
可能要等到很老了还没有挂，都是有可能的。你看，你看，你看，要堵这儿了，堵这儿了。哎 ，OK， 我们现在也没啥，现在是5:05啊，没有什么单子的感觉，感觉怎么那么安静呢？现在5-6点最忙的时候。这边有好几家店也关门了，关门了。然后那家什么波士顿 Market 也关门了，波士顿 Market 也关门了，都开不下去了。当然也有不少新开的餐馆。我一家没，别闹别闹。哎，这家好，19块钱6.8卖，接了不接了怎么行啊？我操，这是往南边走的，我看一下是。啊，这家是面包店，好好好 ，OK OK， 那我们先去取个单子啊，就在前面，就这么巧，这条路上，就这么好啊 ，OK， 我们现在就先到这儿啊，我们先在这儿取个单，然后我们待会儿再聊，拜拜。啊，刚刚取完这两单了，现在出发送了啊，这个也好近啊，这个就是在这个拐弯的地方。哎呀，发现这个路怎么越来越烂了？射在树叶上，这种光线还是漂亮的。我不知道你们能看见啊，广角应该是看不到吧？哎呀，它没办法，这个拉远拉近啊，纯的那种纯长焦的那种状况。不过没事，都一样。觉得他们真有点逗，刚刚他们就是出来拿餐的时候，他们都是连鞋都不穿，直接就是穿着袜子就出来了。OK， 我们现在去送第二单啊，第二单还有10分钟吧。到哪儿了？我操，这地方。OK， 那我们现在去送，这边没有树啊，树都没有。我现在要把我的这个自己存的这些干货啊，什么东西全部吃掉，不吃掉的话，你懂得这个，不是，那到搬家的时候就很多东西，很麻烦。对了，我一直在唱这个谁的歌，我因为这两天我自己也身体不舒服，所以我比较少关注这个娱乐圈的事儿啊。哎呀，我发现前段时间这个我刚刚哼的这首歌的这个演唱者叫古村新司啊，我虽然说他的歌比较老啊，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他的，结果他也挂了。哎呀，就是但是他的岁数够了是吧，差不多了，40年的人了是吧，差不多了，够本了。我还没他，我差不多也就是他一半年纪，是吧？古村新司，哎，我这个老头，我老是把他跟那个久石让经常会搞混了呀。古村新司，对，享年74岁，差不多74的话，我看七十四除以二，差不多和我爷爷当年的岁数差不多啊，5-60到。七八十，哎，4-50，6-70，7-80，他在中间那档，啊，就是说也不算很高寿吧，是吧？一般般，正常的人的这个寿命水平，4-50呢就偏寿短一点，8-90叫寿长，是吧？他这个6-70也够了，哎，又一个这个所谓的巨星又陨落了，哎呀，接下来就没你看嘛，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就是每隔几年就会有很多的这些巨星要离开了。这个是这个，为什么人说有
有新星升起的时代，就有巨星升起的时代，也有巨星陨落的时代，是吧？慢慢的巨星陨落了，然后呢，新星又没有升起，然后大家就，哎呀，就很寂寥，就进入了寂寥的时代了。这边的叶子都不行了，都不漂亮了，掉的差不多了。这种梧桐叶子吧，最恶心，最难看。这个就不叫梧桐叶啊，更正一下，这个不叫梧桐，这个叫什么？二比可零什么玩意的？叫什么来着？二唱什么什么零？我查一下，二那个梧桐树，不对，它这个梧桐树不叫梧桐树，叫什么来着？哎呦，我要看路了啊！大家别走过去。叫什么？它又闯红灯了。哎，你看没？闯红灯了。看见这个，这边信号不好啊！我操，完了，信号这么垃圾的地方。叫什么树来着？二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的？啊，对，叫什么法国梧桐树？法国梧桐树，对，法国梧桐。对，叫什么？三球悬铃木。哎，这个名字我就觉得挺好。还有叫二球悬铃木，我比较喜欢叫他们二球悬铃木。哎，啊。对，这个名字很好，我居然忘记了。我很早之前，我天天在嘴巴子里面念叨二球悬铃木。对，叫三球悬铃木，二球悬铃木。对，这很难看的那种书，我操，二球。据说这个蒋委员长送给他媳妇儿，是吧？不知道是不是送给他媳妇儿，送了一个这种二球悬铃木，送了一圈了。OK， 我快到了啊，我们待会儿再聊，拜拜。我操，这都哪来了？我去，不认识了。啊、哦，刚刚差点干了一件蠢事儿，我操！因为信号不好，所以呢导致我显示我的页面呢，那名字呢，顾客的名字呢是上一个顾客的名字。我想，我操！我一看，是不是送错了？我是不是又送错人了？赶紧我就那个顾客已经出来了，我就 sorry， 我 I got the wrong 那个 the bag 之类的啊，然后跟他道歉，我就说你等我两分钟，我就取一下。其实上一个顾客开到这边要开10分钟，我呢就车又往那边开到两三分钟，我在那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一看，哎，这名字没错呀，我操，那怎么回事啊？赶紧一脚油门又返回去了，我操！我说这今天弄真是妈的虚惊一场，你知道吗？哎呦我操，我一怕今天又弄错了，我操，那就麻烦了，我操！我想着他妈的都很麻烦，你知道吧？到时候顾客没看见你还好，顾客已经看见你了，那这个事就不好弄了。哇，这个阳光，我操，太顺眼了！哎呀，我想的话，今天怎么回事？又送错了，我操！啊，还好没有啊，虚惊一场。哎呀，因为我前段时间我上个礼拜我送了好几个三连单，我都没有送错。我想的不今天不会送连单还送错了吧？我操！今天呢，差不多能有多少钱？差不多100块钱了。现在5:55啊，100块钱，6、7、8、9，坐3、4个小时。哎呀，不知道能不能坐150，够呛。哎，这个礼拜也够呛了。我看一下。嗯噔噔噔滴滴的。哎呀，这个礼拜做完的话，差不多差不多房租钱，哎呀，将将够，就吃饭的钱可能不太够，那就下个礼拜再忙一个礼拜吧。哎呦，天的，他妈一天天的，这钱都不够花呀！我操，差不多，差不多，房租钱够了，房租加押金钱够了，加上他退了的话，吃饭也够了，也没啥很多事。哎，以后就再也见不到这么空旷的场景了，都在他妈的 CD 全是房子，全是车，全是人。哎呀，这开感觉都很难受。你说冬天咱们去骑个电动车是不是不安全？肯定不安全，3块6毛3、4.8美。冬天咱骑个电动车的话，确实，哎呀，说实话，咱也不想骑电动车，反正，哎，我想去酒庄找一个活，但现在酒庄嘛都要报税，懂我意思吧？酒庄呢，或者是超市也行，超市现在也要报税。我要找一个拿现金的工，你知道吗？拿现金的工，晚上晚一点也行，无所谓。但是我现在身体又有点不太舒服，操。